哎，你为什么你长得挺好看的？长得挺好看，大眼睛。谁说秃鹫长不好看？这大眼睛。哎，这个逛逛。嗯啊，长得挺好看。下果蛋。极有中中性的。那就大连那个野生动物求助中心，救助中心，挺好看的这个。对，其实确实好看。那、啊、这个脸长得好看。这是人长大了。真好看。那表情也好，这个。你看胖了。啊！这大爷，这啥？这都是耕地，都是放。